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午安，我是 Master 四五，然后这是进行的是第十一次的 Overload 霸王的游戏录制，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05。那首先看一下这一款的第十一次游戏录制呢，上次的话其实录了蛮久的时间哈，结果还录到卡关了啊，所以首先可能这一次也是赶快把这一次的任务赶快录过。好了，那。我有扛。好了，那最近佐生其实发现自己佐生最近录游戏的怎么讲，就是佐生最近比较最近佐生的录制游戏方式比较低沉，比较无聊一点，好像就少一点之前的那种狂气的感觉吧。之前录游戏都录得很沼泽地。好了，我们来这边。之前佐生录游戏都比较疯狂，比较狂气一点啊，最近的话就比较死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了。反正所以就嗨一点吧，不然好像很久没有玩游戏玩到很嗨了。好了，所以我们要像个神经病一样在玩游戏啊。哎呦，怎么绿色那么多了？好了，一样，再个五只出来，然后红鬼降五只，中鬼再八只好了。啊，不需要那么多中鬼。好啦，再玩到这边好像，不对，就是这边是之前我们打死女妖的地方，然后我们要去寻找我们的小水鬼，我们蓝鬼。啊，这边是好吧？那主要现在发现就是你可以这样子利用他们，对不对？怎么有？哦，西弗特，可以将他们移动过去。还蛮方便的，可是就不知道怎么一次把他们叫回来。哦，安西弗的靠北啊，随便啦，他们应该不会过来吧。过来了， fuck you， 你娘嘞，一群笨鬼。好啦，这安西弗的可以一次叫他们过去哪里，过去哪里之类的。回来、你干嘛把人家东西打过？原来可以打哦。哦，我都不知道呢。来，全部过去。啊，不是这里，你们少一只。20只，好，过去。所以其实佐生还不太会操控这个系统，因为这系统其实有点不好控制啊。啊，过去。第二，那根柱子在那边咬，我们过去把它打了好不好？看那根柱子是干嘛的，应该可以把它打掉。好了，我们先走过去。还好我们身体够高，你看可以直接渡河，不像那些小鬼。小鬼来了，这可以打。踢，不是这个。对，这是一个桥吧？去，就这样而已嘛。去，想说可以干嘛之类的。好吧，我们进去洞窟里面了。那上次我们在这里面就是潮湿洞穴。在这边卡关了，卡到那只蛇，那只蛇不知道怎样，血要厚到爆，然后小鬼一直被咬死，妈的！好了，走了 ，Let's go， 很跑们，好了，看一下，这边应该都清空空了吧？应该已经没有什么小蓝鬼或是什么小鸟之类的，让我好像都起过了。实际上就在这边卡关了，因为我后面没有蓝鬼可以帮我搬东西了。这个蛋我也看不懂这是干嘛的，唔知呀。但是就简单任务说叫我去，什么？剩两个，好吧，随便的。那你们先在这边，我先过河。上次就因为没有蓝鬼可以帮我搬那个东西，结果就无法渡河。所以就磕磕了。所以我们没有狼鬼，我们应该去想办法去打那个，打那个小精灵。希望那个小精灵乖会生出来，帮我去找。好了，我们先叫个两只狼鬼出来。小狼鬼。再叫一只狼鬼。小甲虫，打甲虫应该会就会有那个蓝色的那个精灵。
所以那只蛇我应该不用打了吧？那只蛇已经被我打死了，它应该不像是野生怪一样会直升出来，所以我应该不用担心啊。好了，我看一下。Green， 我先放一些。我想一下啊，怎么搭配比较好？我们现在需要十只的小蓝鬼。来，先在这边。You choose all。然后呢？来，我们先看一下哦。我们先去继续打那些蓝色精华。先过河。好了，然后你们再从这边过来。表姐游泳过来了，我就笨蛋。来，好吧，他 AI 还算蛮好的，不然自己 AI 笨的要死，还不知道笨什么东西啊，自己淹死自己啊，笨死了，那我们自己淹死自己啊。啊，这边是怎样？都没有，都没有野生怪，这样我怎么？靠背，但是这边不是有个精灵吗？怎么这是一只都没有？想要什么？叫更多小狼鬼，该死！现在是不是要重开啊？都没有狼鬼，哎呀，很烦呢，麻烦的游戏。我们需要更多蓝色的精华。好吧，没有，我们回到高塔。然后再洗一次。放弃，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个小小先去把小鬼还回去。进去，然后这些也把它还回去，不然到时候全部死光光，我就白玩了。啊，所以我们要不停的洗那个蓝色精华，不然就会变成这样子。好吧，我等一下再回。这边什么时候有甲虫了？叫他们回来。不对啊，所以这个判定是怎样啊？什么判定？挡住了，大哥，你们挡住路了，你们笨甲虫。啊，我自己杀比较快啦，妈的，气死！加油，有，打多打一点好了。也是个了，耶！不要下去，不要下去。耶，是六个了，好了。有，耶，开心。好了，真的可以解任务了，终于。没有，我们先叫一些狼鬼，然后去搬东西。看你们还在打。这边六个。所以这甲虫是随机出生的，对了啊，下次。上次早就知道，就不要在那边跑来跑去的，气死啊！那看一下，我们现在有叫一只红鬼进去好了，进去，我们待在这边，待在这边很好，这叫十字蓝，blue， 去搬东西，苦命的家伙。啊，走 ，Let's go。你们把东西放下来的，我还按，那就先按，就是叫穷部小鬼出，穷部小鬼回来，还不能指定。好了，走 ，Let's go。Go！你只要赶快把这个部分录完，不然就是帮我死了。不对。来，现在是怎样？这蓝鬼也很笨，挡住了是不是？早说嘛，拿去搬，走，走不走？走，
啊，你们过去那边。哎，对，啊，你过来干嘛？过去。很好。啊，他们呢？哎，帮忙一点，等我。哎，甲虫，打，哎，跑什么跑？然后等一下可能会收台之前，主持人应该会就是稍微充一下我的装备，好像就是牺牲小鬼就可以充你的装备，然后也不是可以充到什么程度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改天我可能要多杀一些绵羊之类的东西，然后把我的装备充强一点，但我发现我自己的能力好像没有很强，靠小鬼没有用啊，小鬼都没什么屁用，一下就死光光了，然后能力改一下，所以应该不用打那只海蛇了吧？那只海蛇上次我就把它打死了。哎，先让我过吗？有没有海蛇死了？耶、yeah! ！终于，好了这边。哎，这怎么开了？上次我不记得我有开这条路啊。奇怪了，啊，你们要搬去哪里？哎，所以这是 bug。哎，他们要去哪？哦，他们直接经过那边了，这个。哦，所以上次那个海蛇挡在那个路那边呢，原来如此。好了，随便了。耶、yeah, ，到了，所以上次我就差这么一点点就可以过关的。不过就因为开始我没有蓝鬼，我蓝鬼全部死光光的关系。他们死在那边干嘛？耶、yeah, ，大甲虫，哦，大甲虫，啊，大肥虫。哎、欸，你们在这边、啊？那边不是传送点吗？就去那边就好了。还是这边说过不去？哦，算了，这边过不去吧。好吧，我们要从另一个地方。哎，干什么？哎，死肥虫！干！死肥虫打到那边。哎，死！靠北，我死一个小伙。妈的，过不去啦！哦，那路道为什么那么小？糟了，死肥虫！来，过来！我过不去了，妈的！哦，反正我这边为什么这个路又那么小？只是开大一点是会死的。算了，先走再走。先走再说。死肥虫走开！妈的肥虫！杀了这死肥虫！死肥虫！这又是哪里啊？哦，青蛙哎，臭猪蹄！哎、啊，你们走慢一点啊，走那么快？一堆青蛙是怎样？哦，那是青蛙丸，有看到？那是青蛙之丸。哦，再捞多就更多点小鬼。哎、欸，看一下、哦，现在没有中鬼了、哦。哎呦 ，blues， 两只鬼，哦耶！ Yeah.来，臭猪蹄！我想去打那只猪蹄耶，有没有青蛙之王？感觉很强哎。好吧，杀一只青蛙。呜、哦，狗绝伦，青蛙之王！哎呀，不要跳来跳去的。死了！呵呵我以为他很强哎，结果才这样。啊，翻肚了！呵呵嗯，半度的主机，那、啊、你们怎么可以下来？这样你们不是不能游泳吗？奇怪了，哎、欸，那边还有一只，嘿嘿，大主机，超主机，哦，还有攻击哦，不会攻击，好吧，四处掠夺一下，看有没有什么财宝之类的东西。看一下哦，哎、欸，阿、啊、文那个巢穴哦，这边。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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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来。Blue, red, green. 工种少两只。哎，怎么少两只绿鬼？那宝箱哪里了？你在那边搁浅，过来。没事吧？为什么这游戏都有 bug 哦？烦呢、欸。过来啦、啊。这游戏缺陷蛮多的，呵呵呵，算了，不理他。走，先走再说。啊，这边呢？这边加一点难度。这边要干嘛？休闲看起来很危险，那标示警戒区域办法，小心指挥手鬼通过。好吧。我们要直接控制几个小鬼过去哦。我看一下哦，那边需要四只小鬼。看一下，先来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二轴，有点难控制。啊，我要小心一点。哎，走，下去啦。我就不好，真的很不好控制。下去！啊啊啊啊啊啊！为什么你们要这样？下去！冲啊！冲！哦，然后呢？好像迷宫世界了。哦，还没。冲啊！耶、yeah, ，成功了！耶、yeah, ，对啊，神奇的石板道路，石板条竟然跑出来，非常厉害。好了，他们就可以过去了。啊，你们四个，想办法回来吧。哎，可以的，他们那边冲上去。好了，继续关。Go！也是应该我们在走在前面，你们走在前面干嘛？挡路！哦，等一下，哎，糟了，挡在那边，里面就是我们要先走了，你们走在前面挡一下路，是笨小鬼，我先走了，等一下，停，先收扣了，不好控制，啊，打一打。这边有分级路线，两条路，走哪一条？我还没试试空，可以叫小鬼，好吧，再叫几只。哎，满了，可以。所以，啊，随便啦，我记得我有两只绿鬼卡在那边，把它卡成样了。等一下啦，因为不让我先走，你们走自己的。那、啊、现在来了，卡在那边，我们搭个巢穴等在那里。真的是哦，这道路是怎样啊？是不会开宽一点的？那么窄，啊，这是什么小？这个是魔法兄弟。等一下，大甲虫，我多少钱？看一下，那个是叫中鬼。不然再叫，好吧。先开一下路，不然等下白痴又挡在前面。这边怎么像迷宫一样啊？大，又是哪里啊？为什么这里这么大？在打什么东西？打青蛙！打青蛙！这边真的很大呢，感觉都迷路了。好了，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边，等一下再回来帮好了。我们先开路，先把路开完之后再叫我们帮好了。那边这样不是办法。好，先打来只肥虫，大肥虫，还有第二只大肥虫，再把它打下来。
哦，他犯节奏了，干，干。哎，我十一级了，快拔复活，拔复活！哎，对对对对对，太好了，有蓝鬼真好。啊，你们要搬去哪里？感觉搬这个比较有用。感觉又压到脚了，可爱的小鬼。啊，这里又是哪里呀、啊？一堆奇怪的地方。Wow！Green！Blue！Wow！Wow！好吧，我们先走这边，这边路看起来比较有可能性。嗯，啊，看到石头了。Lose！你打的是青蛙，跑跑屁哦！打青蛙。我要踢自己小鬼，对不起。然后这边靠他们去搬那个东西。那你们先在这边等一下，我先看一下那边有什么东东。那边有只很大只的青蛙，大青蛙，哎，它吃我小鬼了，干！居然吃我的小鬼，畜生！好，走，一火枪，捡捡捡捡捡！然后这游戏的钱好像只能打这个宝箱才可以赚到、啊。没有其他入手方式、啊。好吧，嗯，这边就这样。如果我走过去会怎样？不会怎样。哈哈，啊，这是个喷泉，潇潇的喷泉。打一下，钱钱钱钱钱，钱要钱钱钱钱，多钱？而且我现在可以装上你的高塔。我虽然说不知道有什么屁用。我俩这里有一个卡在前面那边呢、啊，战火的空间。Brown， 在这边。Green， red， brown， blue。那其他跟我来。好。这边有大甲虫，先不要理他们。我们先来这边，这边有什么？鸟鸟，一堆死鸟。嗯，那边有蛋，可蛋它就可以用蛋偷蛋什么之类的，可是我就是不会偷蛋，那蛋都没什么反应，我走过去他们都不会偷蛋什么的，没啥屁用。该死，还没有鸟鸟，死鸟鸟，大火烧你，啊，烧死啊！再一次，啊，好鸟鸟，啊，没马力了，脑力怎么爆了？好吧，最后那只鸟就用砸的，这样，哎，下不去，这个蛋糕怎么用啊？哦，靠腰那个蛋可以。可以叫小鬼去哦。哎，不对，哇，那个蛋要爆炸了，这么大，是谁 ？Red, brown, blue。那蛋爆了，然后呢？啊，我知道了啦，先叫一只来，然后你去。去搞那个蛋，啊、不对。OK。去搞那个蛋，啊，去搞那个蛋，然后冲过去。哦，我知道，我知道。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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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回来，回来。哎，对对对对对对，炸死那只鸟。哦，原来如此啊。哎，你要去哪里？是啊，这小鬼去打仗，快！完了，这些小鬼会复活。
直接打死那只大鸟，妈的！哦，不对，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打一只鸟，打一只笨鸟。哇，他们会自己帮伙伴复活，好棒的！哎、欸，你们要把它举起来。让他复活，让他复活，对对对对对，安迪迪啊，好伙伴，好啦，现在时间是1:31，那差不多了，这边录完就准备收台了。对，这一集只是为了小狼鬼，为了帮他洗头绪。又有开门的，耶、yeah, ，过了，终于，他妈的潮湿洞穴。去你的潮湿洞穴，不够湿，潮湿洞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好吧，那边有甲虫，我们打一打好了。死甲虫，雷劈哦！跑！还被小车不要打哈。别！死甲虫，这边是怎样？这边是假洞穴，他不会把墙壁涂黑了，原来那边有个洞穴，老梗。来回去吧，哎呦，来干嘛？来搬东西，先搬钱，钱比较重要。啊，这边还有什么？我快到了吧？这洞穴是要多大？不知道在打什么东西啊？结束没？不，叫小鬼时间，看一下哦。叫个屌红鬼好了，啊，只能叫一只哦。我就有两只绿鬼卡在前面啊，讨厌，那把卡在那边卡怎样的？哎，怎么还在这边呢？好吧，我们先把潮水搬出来。哦，有了，再来一个人，go，这个嘞，等一下，先放下来，因为我们不需要其他小鬼，不然他们会被淹死。好了，我看一下，所以他还算蛮贴心的嘛，他可以让我们把自己的小鬼放回去。不错，这个意外，两个小鬼卡在这里，把卡在前面，把卡怎样？好吧，这边我们先招点狼鬼，这边只能靠狼鬼了。那这边呢？哎，宝箱呢？哦，我们到了，太好了，终于到了，终于到了，不要那么痛苦了。好了，4个去搬这个，啊，5个搬这个，耶，够够够，终于到了终点了，终于可以收台了，快够够够，钱，有钱真开心，多少钱？你还压到自己的脚，白痴啊，1000块吧，500块而已哦，去，耶，完成了。噔噔噔噔噔，好了，回到大矿场。这是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动画？这又是哪里？开启另一项道路。哎，这边又是哪里？为什么我们把潮汐放在那边之后，那边就出现一个道路了？这里是哪里？能鸟，这是怎样？一堆死鸟啊！你还上来？你上来干嘛？欠打！这边是哪里啊？怎么还有鸟地方？真的是鸟地方啊！你看一堆鸟，这里干嘛？哎，你干嘛？烂鸟！回来！
好吧，那边都是要搬迁吧，所以这边我们只能打游击战，我们再慢慢打。嗯，怎么有这个地方？荒郊野外，鸟地方。冲三回，烂吧。你回来回来回来，你们干嘛？你们不要偷怪，不要偷怪啊！靠背了，好，大家。死多死多了。跟你讲，不要偷怪好，你看。快复活！快复活！复活！复活！哎，那时间过他们就不能复活了，别再拖怪了，好不好？一直在拖怪是怎样？我太闲了，明明就不是坦克，你还要拖怪？拜托三小。稍微等一下，我们先。来一只小鬼，跑！好，放下。来靠背啊！还是这样子。啊，死光光的啊！哎，这样不行啊！刚抢到死亡关了，快救我们，救我们，快点！你们两个加油！啊，来不及了，走太慢了。干，再等我烦，烂东西，那个烂鸟啦哦！这边有没有召唤小鬼的地方？不要跟我说没有哎、欸，没有的话是要玩屌。还真他妈没有，算了，我自己来。只要不要拖到怪，那就不会怎样。你不要去拖怪，这个啊，就是你哦。就是你们那边拖怪。没事，那边拖怪，那这个我不能动。算了，是你的啦。可以了，好吧，我们应该可以回去洞穴那边，然后再叫一些小鬼回来帮忙，把那个钱就只能丢在那边，潮湿洞穴。也莫名其妙来了个鸟地方，该死的鸟地方，鸟地方啊！然后这边可以叫狼鬼。哦，全部叫狼鬼。我现在蓝色的金色很多，尽管叫。哎呀，现在是1:39，好了，我把那个钱搬回去准备收台了。然后下次我们就可以看要去哪边啊？我们应该是要去海文皮克城吧？因为海文皮克城，可是前面那个什么奥博文那边也要去解一下。不然下次我看到我们去解奥博文那边好了。喂，要不要去哪里？哦，这边还有路哦。靠右，应该不会有鸟了吧？哎，你们要不要去哪里？这边吧。哦，那边有路哦，靠右。我也是要走那边的。那，我先走。那等一下你们会被鸟咬死，被笨小鬼。好了，鸟地方。哦，这边，哎、欸。哦，这边哦，哦，这个。原来上面是互通的哦。哦，原来如此啊。哦，这个。哦，我知道了。然后那边呢？这边就是要进去海王皮克城的地方吧。
啦啦啦啦啦。好吧，这是进去海王配乐场的地方，啊那边的。这边是回城转的地方吧？哦，我了解了，在这里嘞。这边要通去哪边呢？奇怪的地方。然后之前的地图好像有些地方也是需要靠水鬼才可以去帮到那些东西，或者拿着那些东西哈。所以我可能等一下回去，下一次开台可能是稍微找一下。哦，稍等一下，这边是死路。哦，这里好长，很长的河堤，应该有路上去吧？哎，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哦，回来了，就是这边，那鸟鸟那奇怪的墓地。诡异的墓地，好了，那应该差不多了吧？回城可以回高塔了。我这回高塔的话，好像小鬼会死掉，所以不行。我们要慢慢的用慢慢走过去，然后走传送门才可以，小鬼才不会死掉。这是不贴心的设计。算了，哎，绵羊，杀绵羊的时间到了。哦，对，我顺便冲一下我装备哈。好吧，你宰了这些绵羊，供养供养。小鬼的能力真好超，蓝鬼没什么伤害的蓝鬼，没，扫他，哦，这小鬼死了，快把他救活，die time to die。哎，又有小鬼死了！你是怎样一群人追的？哎，他死了，十只小鬼啊，北河，一群小鬼追着一堆一只羊，然后杀不死啊！你们烂啊！哦，你在赶羊是不是啊？赶绵羊？算了算了算了，不打了不打了，好了，直接回城。回到高塔。那这款游戏不知道会玩多久可以破台。因为目前四只小鬼都拿到了，这样应该准备就是解一些比较难的剧情，然后应该就可以准备破台了吧。然后就可以录代，就可以录一下二代了。好吧，这边是可以改造装备的地方。我们来投资一点小鬼，让我变得更强。那我看看，我们来升级我们的剑好了。我们现在都拿剑，这是物理伤害，确认。反击还反击？我们有反击能力吗？没有吧？那只是致命攻击伤害。叮叮叮叮叮叮叮，一次75只，致命攻击啊，这个也好多、哦。确认。乱找，来投资小鬼喽！没有看到，看到一堆小鬼跑出来，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然后全部都出来了。这个画面很壮观呢。叮，出来了，神经一把，还可以再升级吗？可以把它穿到底吗？哎，不然哦。所以一种武器只能有一种属性哦，啊，只有一种属性而已哦，难怪可以一直锻造更多的武器啊。好吧，我们还有什么头盔？提高下属的人数上去。Ghibli, see to the master's needs. 不行，这样不行。完了吗？投资这个50只绿鬼好了，反正绿鬼很多。锻造。所以装备就没有所谓的属性之分了，啊，武器的话就有啊，好吧。不，这是绿鬼，这画面有点恶心。
后呢？会有提升吗？我现在还是只能叫20只啊，靠北，有跟没有一样吗？妈，你搞得好小，你这好小，骗我的小鬼灵魂！哎，等一下。武器物理加52，火焰攻击伤害，战斧嘞，这是盔甲，这有个没有？是要到这个线条才会加吧？啊，算了算了算了。好了，主持人，这次游戏录制这边先收台了。如果各位喜欢影片，可以按左下角订阅。喜欢，我现在进整个哦。发射出超级的亮光呢、欸！好了，先这样子啦，谢谢观赏啦，拜拜。